学们看一下第九题。第九题哈，他题目讲说阿牛，他对着远山叫一声喂，结果远方他得传回来一声喂，可以吗？哦，那同学，那这个必须要够远，他的距离必须要超过17公尺以上，才可以听得到另外一个那个回声，我们才可以判断是不同的声音。好，必须要超过17公尺以上，好，我们才可以判断是不一样的声音，可以吗？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他说这两个喂是不是都需要介质？对啊，因为这两个都是声音嘛，声音在传播需要介质。A 没错 ，B 都会反射，哎也没错啊，声音它只要碰到障碍物都会发生反射的现象，哎 ，B 也对啊，对吗 ？C 均为超声波，对不对？错，同学，超声波我们耳朵是听不到的，可以吗？好，超过2万赫兹以上的我们叫做超声波，那个我们的耳朵是听不到的。再来，朱选项响度跟振幅有关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同学，响度过去跟回来，它的响度都跟振幅有关。那振幅就是能量越大，振幅越大，所以传过去的声音会比较大。那是因为一开始很多能量在空气中慢慢消耗掉，打到山壁反弹回来的时候，你听起来的声音跟原来的声音来比的话，它会比较小一点。为什么会比较小？因为它的振幅比较小，因为它的能量比较小，振幅比较小，响度就比较小，可以吗？这是我们的第九题。